Hello， 朋友各位，我是风破。我们将玩的就是 Minecraft， 没错。然后我们要玩的就是这个 A Caplesby。好，然后我们就继续吧。这个地方呢，其实我有点想不起来，我当时要叫我干嘛？我好像上次碰这边吗？这边好像是要控制杆，对不对？我没记错，好像有一个地方是要控制杆的。这是要梯子是不是？先去啊？哦，怪了！希望我不会再来第二次。全部点，我不想再来第二次。这个很难，这很难的。Something is wrong. Lights should be strong. Lights can illuminate the darkness. 这个吗？啊？哪边错误了？光线应该要非常的强烈的，光可以使可以照亮黑暗。又要水吗？好吧，这个地方我目前过不去，我还要来跳第二次。哦天哪！啊，那个已经是绝无仅有的机会了吧？天哪！啊，这个地方的话，我去过，他要我塞其他东西，我目前过不了。但是只在这边呢，这边好黑哦。刚一瞬间发现我的没有调好，吓死！明亮。你知道这个有多困难吗？什么都看不到啊！糟糕，我好像有跳到什么东西。好像跳过来了。哦，有东西，拉杆，我是要回去那边吗？我要跟各位讲说，这个地方其实困难到一个爆炸，因为你什么都看不到。我勉勉强强的有看到一咪咪的东西，我真的是看到一咪咪。而且我基本上我除了远方有一点点亮光那个东西以外，我其他什么都看不到。过来了，这神机啊！天哪！啊，好的，这个东西看来不是放在这边哦。看我这样跑回去白色区域。不知道这样子是不是正确的？啊，你没反应呢？啊，你没有反应是要干嘛？This is a black box alone in the dark.A substitute for light, for sight, when you give it a spark. 是了吗？还是 this? Gosh, 这个时候怎么有 FB? This is a black
Black Bar， 这是一个在黑暗中独那个孤灯在孤立在黑暗中的一个黑色方块，作为视线的一个代替。当你给他当你给他一个火花，一个亮光，它将会是你替代的光明啊。啊，这不给箱子，我死的。你是不是塞在旁边的？对哦，这个地方现在就放这个样子，然后它这边也开了。其实这个地方应该是没有人看得到的。那我这些跳的时候我也没看到过啊。我们自己看一下，我现在看一下好了。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的，然后这样子。这样子欸，有欸，糟糕，因为他这边一定是提示啦，他这个地方一定是提示用的。Gosh， 这样子我只有在一开始这个地方我才会看到欸，其他我根本不可能看到欸，哇！而且现在他就是说你要让它发光，然后发光之后呢，我也不知道，我们要先发光了，是不是发光的？发光了！你看现在什么事？啊，那这边发光了。哦，所以这个一开始不是这样来用的，可是这地方还是没发光。欸，这个地方滑下去，错了。好的，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就先，又一如往常的过不去。地图的要那个跳跃要求太高了。Gosh， 我前面跳那两次一定是侥幸的。过来，过来。下面是亮起来的。不要骗我。啊，还是不亮啊。可以清除障碍，那我们是在那边等一下嘛？因为我之前按了那边，然后他那边有讲说可以替代那个什么光明东东的什么的，是我们要等一下的意思。哎，最后还是用。最后还是想尽办法跑过来了，真是个控制感，控制感，这么多控制感是要干嘛？控制感这么多要干嘛？那我更在意这个地方到底是干嘛的？嘿，困，我困惑到爆炸！哎，天哪！啊，这个地方的给的东西实在太少了，少到你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像这个你是要去干嘛？What？ 为什么？啊？
坏坏，なんでや？为什么啊？神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好困惑哦，200%的困惑哎。两个沙子是不是我可以直接过去？我觉得后面这一段做的其实蛮乱七八糟的，而且我还不知道这是可以干嘛。有点乱七八糟的感觉。That's all I have for you now。好吧，我觉得有点混乱欸，没有办法很理解他想要叫我干嘛。啊 ？A super special thanks to 这个人跟他的女朋友，好吧，感谢你。感谢你游玩《A Capelespi Part One》，有 Part Two 吗？我没什么印象啊。If you enjoy the map, or would you see the conclusion? Comment and share this map。可是其实地图上很，而且你自己看，我不知道什么，我的地图上面我看起来就是会有一根一根线上面。有时候它其实这个多精度的那个线条，它有帮到我，因为。有些地方是很喵的，你看不出东西来，就是你要尝试个几千万次的感觉，才会知道说那边有什么。它前面是不错的地图，可是后面的话有点变得难度提升到一个令人发指的程度，有点恐怖。而且后面的话，其实你要花很多时间去找它，要不然的话你根本就不可能。破关像我刚刚那样子，我都有些我甚至只是乱塞乱碰，我才会有东西跑出来，要不然根本不可能赢，根本不可能，这地图根本就不可能玩下去。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个游戏的内容了，然后就感谢大家收看，那我们就下一张地图再见喽 ，See you。